对未来是特别有信心的。几千年前都不断担心过未来，今天的未来没那么差。人没多大力量，人毁不了地球，你也救不了地球。你像鲁迅这够牛逼的吧？跟我这么大岁数也就走了，好多事也没料理明白，已经算很有本事的人了，还能怎么着？稀里糊涂来，稀里糊涂走，不是大